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不习惯，但这就是我的家。就是因为过度的疲劳，造成的昏厥。不过没关系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哦，你背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磕的。既然你不愿意多说，那我就不问了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年轻人不要仗着自己身体好就一点都不注意。行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我看你伤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我想躺一会儿。很疼吧？不疼。把对方吃。谁说的是真的？如果选一个人相信，我选霍不语。他背后的伤是我造成的，那个时候我还误会了他，没想到他的伤一直都没好。好不容易才睡着一会儿，七良，我听说你回北洋县了，怎么回来不告诉哥们一声呢？那跟东子咱多少年没见了？那我虽然是高二才转学过来的，但今天的聚会也少不了咱俩呀。陈哥，你小点声，七良睡着了。江远，怎么是你接的呢？你俩什么情况啊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祁连受伤了，他现在在医院躺着呢。什么？都上医院了？不是这几天不见，你俩发展也太神速了吧？不
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先挂了啊。不是你俩。你俩这门婚事，陈哥我同意了。祝你俩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我吵醒你了。没有。看什么呢？哦，陈方舟来电话了，他知道你回白杨县了，说跟那个东子，跟东子聚一下。东子是谁啊？跟陈方舟一样，都是我的发小。以前他们也认识许清扬，可惜后来都不记得他了。是和你帖子里写的一样吗？许清扬从所有人的记忆里消失了。对。那如果他不是穿越者，怎么所有人都不记得他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会不会是他们都记得，故意在你面前装作不记得呀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在想，徐静阳在灯塔系统实验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？他给你的那部手机是只有实验者才有的，那也就是说明他有可能是实验者之一。但是卢教授给你的照片里，他明显就是明光实验室的研究员啊。但霍伯宇也是这样，既是开发人员之一，后来又自愿成了实验者。你确定你认识的那个许静阳是照片里的那个诺亚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把照片给我看看。2008年，许静阳多大？2008年。14岁。14岁的初中生，怎么会和这样一个成年人是同一个人？而且明明存在的人，怎么所有人都不记得？许静阳在菜市场被黄毛给打了。
去见见发小吧，我觉得他们肯定知道些什么。那你呢？我。你现在已经知道了，你就是原本的江小媛，已经回不去那个梦幻的世界了。以后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之前总是想拼命的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可最后还是一无所有。我不想这样了。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我都希望我勇敢的面对我珍惜的一切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我陪你一起面对。七莲，怎么带小媛一块来呢？不是，这难得同学聚会，也不差他一口饭，你是不是没告诉他呀？你说话呀，你跟他说了吗？6年前，你好像就是发现。哎，去哪儿啊？你现在就是里面太挤了，这外面多宽敞。最近生。七哥，七哥，七哥，坐。哎，坐坐坐。七哥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我们一直都知道你忙，所以也不敢打扰你。对呀，七哥，七莲能来，说明事儿都过去了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些年大家过得都挺好，东子现在做点小买卖，媳妇儿也娶上了，阿勇开了快递站，大忙人一个，老三在工地，那大脚是个包工头啊，那吆五喝六的，别提有多威风了。净他夸张，养家糊口嘛。你不也挺厉害吗？开那么大一美发店。我那多亏齐总帮忙，出钱出力的，帮我拉扯出这么个店来。是。我那快递站也是七哥帮忙的，我那也是七哥的。
我那生意本金也是齐哥出的，那出租车也是齐哥帮我买。没事，咱们兄弟之间什么时候都这么生分了？感恩的话放在心里，来，敬齐哥一杯。对，来来，齐哥，来来。麒麟，来，齐哥。家里给介绍对象来，不让抽烟喝酒。这帕子都还没一撇呢，这先管上了。以茶代酒，我给大家炫一个。嗯，麒麟，这么多年这个事儿也过去了，你该做的也做了。你也尽力了，有些事儿该放下你就放下吧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找到徐俊阳了。但他根本就不是徐静阳。有事瞒着我对吧？嗯，我想知道是我脑子出现了问题，还是你们到底有什么不能告诉我？你们口中的重情重义就是这样了。齐哥，好，齐哥，干了这杯酒，以后形同陌路。齐哥，不，齐哥，齐哥，齐哥，我就说了不该瞒，你们非得让瞒着，是有那么个人，但他不叫徐静。他叫陈天阳。你说什么？七哥，你真的把他给忘了吗？那天我们打架，那个黄毛差点把你从楼上给推了下去，就是杨子把你推开自己掉了下去，最后被送到重症抢救。那他后来去哪儿了？他死了。
想什么呢，程云？奶奶坐。哎。我在想啊，奶奶现在身体好了，我也能赚钱了，以后的日子更有盼头了。等我能挣更多更多的钱，我就带你去城里住，城里的烟花更漂亮。好好。我看你这次回来有心事，奶奶想问问了也帮不上忙。我其实在想，我要不要换工作？工作上的事儿。有一个老师想让我跟他去做女装，我吧确实也挺喜欢这个工作的，但是我不确定这个老师他靠不靠谱，而且这个工作吧肯定没有理发店那么稳定。你可是个闲不住的孩子，骨子里就不知道安稳是什么。你要是喜欢的东西不去争，那还是你呀。小袁，任性去啊，奶奶喜欢。这些年奶奶这身病弄的让你吃了这么多的苦，奶奶都看在眼睛里。小月，奶奶心疼。没事儿，奶奶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。乖乖，往后你不管想做什么事儿就去做，听见没有？你背后有奶奶。啊，乖。杨子送医院之后抢救了一天一夜，最后还是没挺过来。后来他们全家就搬离了北阳县。你知道杨子的事之后抑郁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始终觉得是你害了他们全家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你爸把你接到国外去看心理医生。再后来咱们就好多年没联系了。你回来之后胖子告诉我们，你好像把杨子给忘了，整天找一个叫什么许金阳的人。可杨子大名叫陈天阳啊，我们就在想，是不是那个心理医生把你给催眠了，让你忘了这档子事儿？是我让他们一口咬定，说不认识许金阳。反正，在你心里，许金阳这个人是活着的。找个失踪的大活人，总比为了个死人埋怨自己一辈子要强。陈天阳，那你们有他的照片吗？
喂，你好。江小媛吗？您是？江小媛，安排好你所剩不多的清醒时间，不要再追查任何真相，否则我们会对你进行疯狂报复。是一个人疯，还是让你身边所有人一起死，你自己考虑。喂，祁连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小媛儿。成哥，那个祁连跟你在一块吗？你快来吧，他出事了。啊！你慢点。你说你这也没多喝，你就两瓶酒给你喝这样。哎呀，你慢点，慢点，你摘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不能喝，你少喝点。祁连，祁连，你怎么了？你报警了没有？小媛，你咋哭了？你快点说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没想到你这么在乎祁连，但他啥事没有，他就喝多了。刚才跟你开玩笑呢，你来，你正好搀扶一下，我上厕所。我肾快憋炸了，小心台阶。啊！你的伤还没好，我扶你去车里。走。小媛，别走，别离开我。我不走，我在这儿陪你。还好你没事儿。其实，我以前总是想查明真相，可是现在知道了之后，我又很害怕。我害怕我身边的人会因此受伤，我又很担心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发疯了。你可不能让他坐地下，这容易着凉。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你说你这死沉死沉的。哎呀，小心。你们都聊什么了？把他惯成这样。嗨，就小时候那点事儿呗。关于许静阳的吗？你知道，嗨，都是过去的执念，跨过去就好了。所以许静阳是真的存在吗？小媛，这事儿你就别问了，你也别当祁连面前提。这羊都死多年了，该伤心也伤心了。人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。他这个人就这样，对谁上心了就记一辈子，小忘都忘不掉。还记得高中那会儿，咱班同学都知道他喜欢你，可那功夫你一心一意高考，他怕早恋影响你学习，就没敢跟你提，想着以后有机会再说，就再等等。那谁成想这一等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。哎，开玩笑归开玩笑啊，他是不是到现在都没跟你提呢？
小杨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一直在等你啊。等我什么？等你真正接触现实，等你愿意畅想未来。你也不想想，你刚来那功夫，那整个人的心思就没在尘世间，那跟刚下凡似的，那整个人间你都看不上。你要是真喜欢他，你千万别让他空等你一场。是一个人疯，还是让你身边所有人一起死？你自己考虑。可怜你等了我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能等来的不过是一个疯子罢了。我帮你把他抬回去。不用了，陈哥，还是让齐连去你那儿睡吧。我们家最近不太平，留他不太好。你家怎么了？别问了。有空你带他去散散心吧，我也好好想想我自己的事儿。哦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。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你赶紧回去吧。哦。谢谢齐叔公。
外边拿着，路上吃啊。奶奶，你要每天给我打电话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了。嗯，那个编织的活太累眼睛了，咱能不做就不做了。我有空就会回来看你的。好，来等着你。哎呦，奶奶的命啊！走吧，乖乖。走了啊，奶奶。奶奶听你的，快回去吧，外面冷。在外头小心着点儿，在外头小心着点儿，别老吃外卖啊，多喝水，不惦着奶奶啊。你们怎么样了？我出院了，但是祁连留下了。咱爹担心有后遗症，死活要留院观察。啊，但是你要放心啊，都是些轻伤。哦，对不起啊。你们出事之后，我也没有去医院看你们。这有啥对不起的？是祁连不让我告诉你车祸的事儿，他怕你担心。你就当做不知道呗，反正有他爸在。我住那都是 VIP 病房，那待遇可好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你没告诉他我辞职的事儿吧？没。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你主动跟他说好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？我还没想好。小媛，辞职是你做的决定，既然你想好了，哥不会难为你。但是哪天你要混不下去想回来，哥罩着你。谢谢成哥。我先挂了啊。时间重置还敢一起吗？在旅程的开始你会等着我吗？无边的黑夜，远处的灯塔，是你在为我指引吗？靠近。